你们艾特我的这个东西，说实话两年前我也试过了，就失败了。你们就会重新艾特我，本想置之不理，当作看不见，但是太多人艾特我了。这是夹睫毛的东西拿来夹刘海吗？我就不信我这两年没有长进。这时候就要放下有长进的歌来舒缓一下，睫毛夹夹刘海，我就不相信我把它拿错了。这个也太小了，不是这么小啊。有了，我们拿出我们睫毛夹，我们睫毛夹有圆弧的这个方向呢，要对准我们的额头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们的刘海这个方向塞进去，你就夹夹，用力的夹，使劲的夹。可以耶，我都很 OK 啊，我自己卷发棒都会卷成这个样子，它居然能把我卷得这么好看。两年前应该是我方向搞错了，搞对方向。睫毛夹真的 YYDS， 它以后不能叫睫毛夹了，叫刘海夹吧，哈，不用电的刘海夹，你get了吗？